我来了。现在他不应该来这里吗？妈，冲过去，没在怕的啦！谁怕谁？互怕互啊！来啊！直冲！哎呦！啊，没事没事啦！回到上一个存档点，哎，我死了哦！所以是怎样？所以刚刚是要跑哦，老婆！我啊！奇怪，我刚前后都有老婆哎、欸，老婆，这游戏好难哦、喔，可恶！我等一下要来脱漂了，我等一下要脱漂来绕跑了，来尬切啊！来，老婆，跑！哦，应该是直走，应该是直走。奇怪，我刚刚是被骗了，因为我刚刚看到老婆在前面往后走，然后后面有个老婆，前后都有老婆。我被劣质了，我被老婆劣质了。所以我刚刚是在直走吗？来，这次不开玩笑了。直走，直走就对了，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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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婆，哪边没有老婆？前面、后面都有老婆。你在跟我玩？有门，有门，门，门，是门，是门，是门，快跑啊！他现在哪里？怎么那么多条路啊？不要追我！啊，真的好可怕！啊，快追到了吧！我要去哪里啊？老婆，不要追我！老婆，我是爱你的老婆。老婆，我是爱你的。直走，右转，直走，直走好了啦，直走。直走，直走。左转，左转，老婆，我不敢看后面。啊，右转，右转，老婆，不要追我。甩尾，吸打不打就喷，嘿，脱漂。混蛋！双喷，连喷 ，WCW， 哪里哪里？老婆啊，老婆追我了！
我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不给提示吧，给个提示吧。我不是叫光给提示，我要叫玩，我要叫游戏给我提示啊。游戏没提示吗？金标360，矿山360，哪边哪边啊？左边的。不小心往回走了，不小心往回走了，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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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让我过关好吗？我刚刚这个360。冷静，冷静，我有，我有。关台了，各位观众，卡关了。啊！可恶！老婆。我也就花太灵敏了，电竞滑鼠，电竞滑鼠。电竞滑鼠。我刚刚想要转180，可是1360，难怪。我终于找到原因了，因为我想要转180，可是都变成360。所以变我转一圈，一直看我老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现在我的滑鼠太灵敏了，我这样转一圈，转一圈，转一圈。所以我不管怎么转都会看到老婆，因为我没办法转180。难道玩这个还要调键盘灵敏度吗？今天刚刚直播，记得订阅，欢迎订阅加小铃铛。我的滑鼠，我是不是该调滑鼠灵敏度了？我被 triple K， 我没有，我被那个五连杀了，五连杀，我没有慌，是我的滑鼠啊，只能练个小盘了、啊，有啊，有点开始无感了。认真模式，认真村，玩卡丁车有认真村，玩这个也有认真村，不怕，认真村。我都这么认真了，还过不了哦。
真了。Open， 开启认真模式了，不开玩笑了。电梯，救我！电梯，我打，快快快！666刷起来，各位观众，我终于过了。快点关起来啦，我快了。绝望了，我这套下午。老婆我爱你，老婆我爱你，老婆，老婆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我记得我应该是实况组里面还原玩最久了，你知道吗？迷路还迷路那么久。老婆我爱你，哎，他变正常嘞。刚变成正常的老婆了，那所以呢，要吓我了吗？各实况组玩最久了，欢迎朋友们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。哦，真的吓死我！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好久不见的玉女歌手巩俐芳小姐。丽芳，恭喜你要复出了。是啊，谢谢刘大哥。复出了哎、欸，国民女星回来了。哦，这可真是个大消息，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非常的开心，大家都非常的想念。不过同时应该也都跟我一样很好奇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继续回来拍戏的？还是有太多难以割舍的事吧，一言难尽。他回去拍戏哦，你是他刚刚追杀我时候是表达什么意见？我现在对他很厌倦。岂止有意见啊，根本大发脸。他先吓了我三次，又让我我想他最在乎的就是他那张婆婆的面子吧。这么说会不会有一点太苛刻了？苛刻怎么累格啊？我努力让这个家还有家的样子。我开始抱怨了。他呢？我整天包红包给那个老师，整天包给那个何老师，他大钱去买那些怪东西。难怪刚老婆要追杀我，越来越，因为我都包红包给何老师。还说我被不好的东西附身，我懂了，要我去向观音忏悔。好，去向观音忏悔。能想象，我懂了。老婆那么讨厌我的原因，当成妖魔鬼怪，把自己让不让妖魔鬼怪？我错了，老婆。美心从小就爱黏着爸爸，父女两三天两头就往老师那边跑，我根本没办法，所以我决定，这次演出之后，我要带着一家子离开那里，去一个平静点、单纯。单纯点的地方，演出完之后要带去平静的地方。这边的年份我还不清楚，不过应该是之后复出之后，应该是对家庭很，对家庭应该觉得已经觉得很。